然后底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id mount 和 while unmount。while unmount 呢，也是其中的一个，也是一个事件。其实刚才我们在这儿看见了这个东西，在这有个 while unmount，我们只是刚才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没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这个只有 while unmount，没有 did unmount 啊。did unmount 它已经没了，它没法再这这它已经被摧毁了。他哪儿找那个 did unmount？没有，明白吧？我们拿出这个，第八个，其实第八个是比较难的啊，就是体会那个为什么 should 这个叫就是 should component update 这个里边的这个整个这个判断，大家回去好好琢磨一下，好吧？然后呢，话呢，底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第九块的这个第九个例子，就是 component while unmount while unmount 这个 while unmount 这个的话呢，我们从刚才的第七个，从这个例子里边，这个例子里边，这个例子里边不行。这个例子里边控制不了它，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离它比较近的啊。六，就是一个 parent 一个那什么的，离得远了，算了，还是从这个上考吧。009，点 html，把008的拷过来，Ctrl A，Ctrl C。Ctrl V，好。那么，因为什么要这个里面要需要那什么呢？就是要需要通过 parent 来控制这个 child，然后在 child 在摧毁前的一刹那 unmount 的时候，能把 unmount 那个信息给出我们来。所以这个里面必须有两个组件，一个 parent 组件，一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child 组件。然后 parent 组件呢，在这里边呢，我们稍微改它一下。parent 的组件呢，我把这两个去掉。那 parent 的组件里边，这个 state 我们就不再保留的是 id 了，我们保留了一个状态叫 b，这个 b 呢，却初始状态是 true，然后的话，这儿竟然刚才没写分号，然后呢，我们这儿保留一个 fn 在这里面呢，就是调 fn 的时候是 set state，然后在这儿大括号，然后这个地方是 b，它是什么？应该是 this 点 state 点 b 的非，对吗？非应该是这样吧，就是对它取反嘛。它如果是 true 就给它改成 false，如果它是 false 就给它改成 true。那么底下这个呢是 button 呢，这个就不能叫 next 了，这个叫做叫改个文艺点的词儿，我刚才叫有或者没有，这是我原来的那个什么上写的，我不是把它改成 to be，be or not to be。是吧？这个看起来就很文艺了啊！就 be or not to be，就是那个翻译成中文就是生存还是死亡啊？就你们经常看那个神神叨叨那个话剧里面，就有人会演这种那个情节啊。大概再看一下，fn 好，this fn 点 bound this 啊，这个没有问题。然后 child 呢，它只是来控制 child 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那我们要通过一个办法来控制 child 的，我们。前面学过说条件在 React 里边怎么去控制一个怎么去控制一个组件有还是没有？在 View 里边用 View 的是命令是 V dash if，就是 V 一减号 if。那么这里面我们用什么？我们可以用那个this 点 state 点，我们可以用这个对吗？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第四点 state，这个我们前面是说过的啊。b 也就是如果它是 true 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显示出来，开关对吗？我们要做的是个开关对吧？如果它是 true 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显示出来。如果是 false 的情况下，我们就怎么着？
就这样对吧？对吧？当然也可以，我们就又用一个 and， 就是这个东西 and 上它也可以，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就是看你喜欢哪个。我一般写代码呢，我喜欢这种语义，就是你说代码的这个效率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就是善于利于人类理解。因为这么说啊，代码其实有两块，一个是说它运行时的效率，那运行效率越高呢越省机器。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你人类读起来的时候容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维护起来这个代码成本低。那么通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维护成本低的代码运行效率也低。那个维护成本就是维护代价低的，就是说这个别人看起来很容易懂的代码，通常来讲它的运行效率会低一点。那些特别晦涩的代码的运行效率会高一点。那底下的问题就是你应该怎么取舍。我一般是说在效率相差不特别大的情况下选择让人类容易理解的。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我认为的一点，就是因为机器越来越便宜，人越来越贵，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其实来讲呢，整个技术的流这个方式是原先是所有的人程序员要去就是救护这个代码，然后因为你硬件不行，所以我就要把代码写得很高。但是未来后面越往后走越说这个人的维护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你对人的要求越高，那么你花钱雇程序员的时候花的那个薪水就越高，对吧？那么你如果说这个代码很容易就能维护，那么你就能找薪水低一点的程序员。那么这对公司来讲，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说，那么当硬件的这个成本下降了很多的以后，也就是说硬件浪费一点，我可以用更便宜的人，这个时候是合适的。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未来人会越来越贵，所以事实上来讲对人的要求越高是反人性的东西。那么在这里面呢，有时候我就会用一些效率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来讲就是可读性更好一点，这个可读性更强，你看吧，就是这是 true 啊，就选前面这个，这是 false 就选后边这个，理解吧？好，那么我用这个开关事实上就可以控制什么？我用这个开关就可以控制这个 child 有还是没有了，对吗？那这个 child 我就里边这就都去掉了吧，这没啥用的东西，对吧？这就都去了啊，这也去了，这也没用了。我们因为看的是那个did mount 和 while unmount 嘛，所以这个就也去掉了。然后 render 这个地方呢，我们这儿不需要，然后底下呢直接出一个这么东西。P.P. 然后呢比如打一个隔壁王校长。好，哎呀，这打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放这以后呢，那么底下我们来控制它，那么我得让它能够看到那个什么呀，所以 component 这是 did mount， 这个里面我 console.log mount，然后这是 component， 是 while unmount， 对吧？好 ，console.log， 这是 unmount。我们来看一下运行之，好，我们把这个挂出来，开发者工具出来，这是 mount 啊，我们 to be unmount mount unmount mount unmount， 看了吧？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其实你做完了以后你很少能再把它弄回来，所以你只能通过这种开关的办法然后来控制它。所以那么正好也复习了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如何条件的去这个，因为这个跟 view 是相对的啊，你把 view 的命令剪出来然后跟它对一遍， view 里面有的它都应该有，然后只是说你实现起来
是不是优雅的问题，好吧，或者你习惯不习惯的问题。OK。